阿紫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舍不得？没事的，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和你出去的，我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。刚才我看叔叔都有点舍不得你，他都有些伤心了。要不这样吧，阿紫，咱们待几天再走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既然决定好了，就今天走吧。那叔叔看起来那么舍不得你，他是不是有点不想这种？没有，他今天早上还跟我说，和你出去以后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呢。好了，那别犹豫了，好吧？开心点，行不行？你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我小时候上小学回校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好吧？我爸他又成了一个人，他每天干活都很累的，又没人照顾他，还有弟弟妹妹们，我不知道小宝会不会给他们离婚钱，他们衣服脏了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先去一趟学校，咱们多买点衣服，咱们再给你弟弟妹妹们留些钱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昨天已经去看过他们了，今天再去看的话，我更舍不得走。没事，走吧。我帮你拿着吧。爸，走吧。你怎么还穿拖鞋啊？鞋子在里面。手镯呢？也在里面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阿紫，你坐前面，好吧。阿紫，我给你买的鞋为什么不穿呀？你放包里。我刷了，它还没干。还没干，系下安全带。没有，这个就是朋友的车，我那个车我朋友开着的。真的。别人都没跟我说了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什么彩礼钱？小爸那个，不是。肯定是，你就不要骗我。行行，我不骗你，是卖了。那个车不好开，太费油了，排量太大了。你看这个面包车开得多好，又省油，是不是？什么假的呀？你看咱们这个车就拉好多东西，卖山货什么的不都是这个面包车拉的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坐好了，走吧。从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当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。我帮你拿着吧，阿紫。不用了，我自己。你不累啊？坐了一天车了。对，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。对，这边是别墅区，往前走是琼海，那晚上的话可以去琼海湖边溜达。在这边走。你住这一栋了？那你住哪？我住前面。表姐把你房间都布置好了。谢谢表姐。明天我再带你去公司，他们都下班了。走。